喺呢個 moment 裏面咧，其實咧個心情咧，當然咧好唔捨得所有溫哥華嘅朋友啦，因為今次咧逗留嘅時間亦都好短暫，但係我係希望好快就會再翻嚟喺温哥華呢度，或者你哋翻到香港揾我，好唔好啊？ 在場啊！幾位嘅朋友，如果你哋一齊發功，一齊叫 Aaron 嘅名嘅話，佢會願意再次出嚟嘅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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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就是啦，不是百分之百齊心，百分之九。